超长，你看整条都是在拍，好像在拍那个过海关。South Beach， 哇，很大哎，超美的嘛，超丑的这里，哇 ，Omega 的好花园。这家店真的吃完是会有那种意犹未尽的感觉，会想那个味道，想再咬一口。好好吃哦，面包烤的那个。我们现在在拉斯维加斯的机场，准备要去迈阿密了。对，我们刚刚已经入关了。一切都还好，蛮顺利的，然后人也不会到太多、他们现在那种自助 check-in 越来越厉害，连行李的大小重量都自己弄上去，自己赶车好就出发，其实速度效率蛮高的，效率还不错。对，那这边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东西，就是 Vegas 的机场游，佳佳，你还可以进去赌哦，对，赌到上飞机最后一刻，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毫，好不好？花光它。老公的 first time shake shake 排了半小时，是吧？值得哈。他这个其实看起来很是小的 ，single 的，对，但料感觉是挺多的。怎么样？它有比 In and Out 好吃吗？都急。坦白说，我还真吃不出来。但薯条那种热的很多，很好吃。薯条还是超长的。超长，你看整条都是在拍，好像在拍那个过海关。比过海关还长。欢迎来到迈阿密。耶，终于坐了5个小时，然后有3个小时的时差，就等于少了8小时。对，我们直接加8小时来到迈阿密了。对。所以我们应该要跳一下，跳8下。对，好。来看一下我们这5天会住的那个我们的饭店。对。它已经是有点对现代感，微微的那种度假风。这藤边的这灯我蛮喜欢的。然后这个椅子也是。对，这种藤边的很让人家有放松的感觉。有啊。对不对？很可爱，有点小小民族风那种。它东西不会很多，但席架很好，这样可以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放我们的行李。对，我们行李就3卡了。对，然后重点是小滑板，因为这个摆设很好看。对，它很多小巧思，然后重点在有阳台。现在是晚上，不晓得你们看不看得到外面。它一样也是有藤边的小椅子。就是放松聊心事的地方。他们都喜欢用。固定式花洒，对，也没有连蓬头，对，小小的这样，这些可以哦，我也觉得 OK， 价格也是合算的。还有是我们小香槟，迎宾酒加分，不错，好，吃饭走 ，Go。他们一直觉得是奇妙的感觉，对，他大概奇妙就觉得好像在一个毒品的都市，但是这边大麻是不合法的，对，不合法。对，很妙，所以真的很奇妙。然后很奇妙的感觉是什么？没有，就来到一个不一样的国家的感觉啊！真的真的。因为原本在 Vegas 嘛，所以那个感觉气氛、味道也不太一样。那边对。好。这边真的非常热闹，他们调酒都超大杯。对，醉了一晚，我们即将来到南湾，迈阿密南湾 ，South Beach。哇，大哎！
Bank Buy 的话，其实在我觉得旧金山我也是用这个 App， 其实都可以通用，还不错。现在台湾先下载起来。这边又很像来到不一样的，对，又换一个国家了。对，换一个国家，没错。到欧洲的小巷子，而且这边很比较多白人，对不对？哦，对。对啊，其实白天白人就多很多了。嗯、但晚上去夜店都黑了，可能是我们在不同区，又有一个比较都市一点的那个 South Beach， 比较往北一点。往再北一点，我们住比较南。对。所以可能区域有多少有点关系。休息一下。第一站，雪茄店，这太多雪茄店了。那这些是很有名的雪茄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啊、哦，好香哦！哎，这个看起来真的，拿去送朋友也是很不错、啊。我们试喝一下古巴咖啡。好，我要来一个。来。嗯，带焦糖味的，对，很特别，冰咖啡，焦糖味的，哇，这很棒，然后很好看，要不要买？没有，我想买一些送那个朋友们。小酒馆店家里面都有卖雪茄，都可以进去挑，都可以拿来抽，很不错。然后在这边会看到很多公鸡的，对，公鸡的雕像，好可爱哦。对，非常多，因为在古巴，它公鸡是象征男性的，雄性的象征。哎呦，这好多哦。对，是。男性雄性象征，所以对他们来讲是算吉祥物吗？吉祥物是不是？也不是吉祥物啦，就是一个很象征 symbol 这样。Big cock， 对。你知道为什么古巴这么多这个车子吗？知道。很奇怪，对不对？来到这边就这么多。超多。因为这其实都早期老美的车。嗯。美国的车，他们之后那时候他们还有经商，还有贸易，那古巴就进了很多他们的车子。但后来经济制裁之后，他们就不能再进美国新的车子进来了，因为美国什么东西不卖，他们就不想往来，所以美国也买不到古巴雪茄，嗯，然后古巴也买不到美国的车子，哦，对，所以说他们就必须把那曾经的老车好好的照顾好，一直照顾，他们就会保养老车技术很好，所以外观其实都是老车样，但事实上他们都是有在维护的。那美国人就是反正有新的车出来就淘汰，新的车就淘汰，所以慢慢的看不到老车，所以这都是古一些对经济因素，所以他们造成的就是古巴的老车这样。到了古巴的感觉，你还有想要想看到什么？我想看古巴三明治。啊、你真的很会很懂我，我饿。我们要去寻找，找，但是在另外一个方向。我们先去好，因为我饿了。哦，这个地方现在要排队，我们走了10分钟左右吧，来到一个旁边一点的地方。竟然要排队，三姑子里面就塞满满了。到底这地方为什么让大家愿意顶着太阳？在那边排队，希望不要让我们失望。啊！没了。好期待哦！新冰乐，就冰咖啡加 whipped cream。
泡沫奶油。好了，超厚的，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跟我的脸比。两个人吃一个就可以了，扎实，刚刚好。这家店真的吃完是会有那种意犹未尽的感觉，会想那个味道，想再咬一口。好好吃哦，它面包烤的那个酥酥的，刚刚好，真的是对，很酥脆又香，有点像是我们上次在那个 Vega 吃那个河。哦，明明就吃很饱，就啊那味道，很想对我再吃一口，再吃一口，有一点吃不下，但又觉得啊不行，我想要把它吃完。对对对，很不错。裸体。耶、yeah, ！我们现在来到 Wynwood， 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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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超酷的，对，很漂亮。它就是这边很有名的一个涂鸦墙，但音乐的关系，可能没有办法录到我们现在讲太多话。等一下我们拍给你们看就好，好吧？好，慢慢欣赏一下。慢慢欣赏一下。仔细看，它是用一个一个雕刻敲出来的，它并不是画，是用敲的。超强的那个，远看才知道是什么东西耶。对啊，我最喜欢这个。美式的一个画风。这边听得到我们讲话了哈。听得到我们讲话了哈，加音机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好，这边真的很建议大家可以早一点来，因为有发现超多小店了，很多餐厅，很多，对，很有特色。然后可以好好享受这边的氛围跟音乐，他每家音乐都放超大声的。我们又跑到一个很king 的地方，很king， 它里面音乐是有点很电音哦。对，很大声。那它是一个美食广场的感觉，那我们就进去只看画面，没有声音，好好因为没有办法讲话。剪头发的店都觉得很时尚。对啊，这地方是时髦哎。这地方聚集了他们各个设计、各个品牌，然后蛮大的一区，然后看到规划都很好。你说这边叫什么？妈咪的一个设计区。设计区。对，它每一个地方都感觉这地方在持续扩大，持续在盖。哦，这加油站的牌子。不知道哪一家的，很有趣的这边。说什么？我说他连荡秋千都很高级，很具设计感，坐起来感觉身价就高了，有没有？哇，今天是爱马仕，这边是蛮漂亮的。
好，看到这边应该很多人想要来逛逛了，很舒服的地方哦。嗯，像不像我们那种台湾的一些货柜，面向货柜堆出来的？哇，你们看，时髦的躺椅，超糗的这里。Omega 的小花园他们连停车场都设计这么好看的，天哪，好棒哦，这地方就感觉也像是那种埃及的图腾，然后把它改成卡通版，真的太酷了。这地方就是 Design District， 离南湾十来分钟而已吧，坐车也很快，可以早点来走一走。我要来去找这边有一间米其林推荐的餐厅了。哦，好喂。饿了。走。菜来了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好吃哎，很新鲜哎。其实有些真的太小了，但普遍来讲，像这种有一点肉的，其实真的很好吃。好吧，听到了。这个太好吃了，一定要让你们知道。羊奶曲是吧？好好吃哦。我要来吃猪肉了。脆皮猪肚，哦，哇，看一下，很贴脸。我先切好，不错，不会很干，它猪油是甜的那种，不是酱的甜，是很融化的那种油脂香甜的那种甜。因为吃的猪太开胃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又点了一个鸭。他推荐的哦，来，这看起来也很厉害耶。是不是口水又流出来了？这家东西真的好吃。上面有一个什么酱的，猪肉还是赢了。吃，真的还不错。前面是演的，但后面是好吃的。